以下是林三福利时间，打开淘宝搜索抖漫工作室，或扫描二维码进入店铺下单任意商品，并备注口令，每周前50名可获免单福利。口令将在片中任意地方出现，大家一定要认真寻找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支出性本善，心相近，习相远。林三，听说你调到书房来了。表妹，你还是那销魂的模样。林三呢？什么林三？哥哥不知道。那个小三三，表妹找你哟。表妹，你都好几天没有来了，哥哥为你做了一首诗：锄禾日当午，更上一层楼。你看怎么样啊？人家每次来，表哥都是说这两句。再说，这是一首诗里的吗？先生教的不行啊。姐姐说今晚就要回来，到时候检查表哥你的功课，还是锄禾日当午这两句，就再也不要理你了。不要啊，我还会背别的呀。我背，1、2、3、4、5，6、7、8、9、10。我要告诉姐姐，你不学无术。哎，我走了。老夫的职业生涯全完了。慢，玉楼天半起笙歌，风送宫嫔笑与和。月殿影开闻夜漏，水晶帘卷近秋河。在低调处事风格与表妹期待之间，我最终选择顾及了后者，让表妹见笑了。老夫的职业生涯有救了。你真坏，不要说出去啊。表哥真棒，我会告诉姐姐的，我走了。表妹不要走嘛，再多玩一会嘛。少爷请留步。少爷好，我叫林三，是新来的伴读书童。少爷一表人才，风流倜傥，小人佩服佩服，日后定为少爷马首是瞻。少爷的诗可写得真好啊。原来是你呀，好样的，这是赏你的银子，拿去买糖吃吧。多谢少爷。好无聊啊。少爷觉得无聊吗？少爷，时光如水，岁月如梭，浪费不得，咱们快出府找灵感去吧。怎么，为了学习，咱们一定要好好找灵感。少爷，我们听说书没意思，那咱们去钓鱼。你是老头子啊。那咱们去吃好吃的。我知道一个好吃的地方，我们走。少爷，您说的有好吃的地方就是青楼。哎呀，不是啊，你小声点啦，都被别人听到了。是花房啦，和青楼不一样的。真是的，人家也是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的。我也是听说今天妙玉坊来了一名超级超级花魁，人美而且才艺无双哦。说是谁能指点得了他今天的登台表演，他就答应那个人一个要求。算了，我也就是随便说说。我们回去吧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我表妹哦。少爷恕罪，不过我觉得少爷的想法太幼稚，咱们的着眼点不要在美女上不就好了。那个花魁才艺无双，但学习一定很好，咱们从他身上一定更容易找到灵感，不是吗？原来是这样，我想歪了。少爷，哎呦，这位公子好可爱呀，让姐姐捏一下。姐姐你好美啊。姐姐，那位无论是体型还是年纪都够当你大姨妈的了。少爷也太饥不择食了吧。我看她就很美啊，成熟又软软的，让人很有安全感呢。哇塞，少爷你眼光已经突破了一般的型男标准，上升到了灵魂层面，你就是天使啊。是吗？真高兴。少爷怎么突然这么严肃啊？那边那两桌人
左边那位是江苏都指挥承德的公子，叫程瑞年，右边那位就更了不得了，是咱们江苏总督骆敏大人的公子，叫骆远。有他们在，怕是十个我百个我加起来也不能轻轻还鬼了。好棒啊，仙儿小姐，仙儿小姐，仙儿小姐，啊，仙儿小姐，你给我站住！怎么了？你不许给我用这个猪脸去跟他打招呼。仙儿姑娘，在下骆远，见过仙儿姑娘。在下程瑞年，给仙儿姑娘问好了。少爷别担心，他们都是自己介绍自己，不算什么，有代言人才叫范儿呢。见过仙儿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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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过仙儿姑娘。呵，西哥哥的没见过美女啊。嗯，让你们看看本大人的厉害。嘿，萧家家丁林三代表我家郭无常少爷向秦姑娘问好。小女子这厢有礼了，不过这位少爷为何不转过来相见呢？我家少爷一向低调，恐怕唐突了仙儿姑娘，故暂不能转身相见。这位公子真是个温柔的人。失陪了。林三，你干嘛故意要把本少爷推得转过身去啊？呸！你要是见他的时候是这张脸，我用得着这样吗？少爷，我给你制定了一个战术，待会儿你就这样这样这样，明白了吗？真的可以吗？相信我，没错的。适才听闻仙儿姑娘一曲曲玉馆，真是登峰造极啊。仙儿姑娘可称得上是当世之大家呀。公子过奖了。臭小子，你又想干嘛？众位才子莫急，听闻谁今天要是能指教仙儿姑娘琴曲，仙儿姑娘便满足她一个要求。我家少爷说姑娘曲里至少有三破绽，不知仙儿姑娘何敢细听吗？林三，你轻点挑呀，我都要尿了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仙儿愿闻其详。哼。嗯。臭小子，你们搞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家少爷鼻炎犯了，由他的小跟班我来说给仙儿小姐听吧。你这家伙今天要是说不出个一二三来，就给你点颜色瞧瞧。哼，底细，曲调过于单调乏味。如果能配合笙箫这类乐器，则必能韵律丰富，琴瑟和谐。第二，矫柔造作，无病呻吟。仙儿姑娘年岁不大，想必未经历这些情爱幽怨之事，勉强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已。第三，过于注重技巧，姑娘琴技出神入化，可我没在曲中感受到你的感情投入。弹奏之人若无真情实感，便空有靡靡之音，却难顺神肺腑。你这臭小子，竟然这样诋毁仙儿姑娘的琴技！我家少爷说，若有冒犯之处，还请仙儿姑娘见谅。仙儿心服口服，愿意满足公子任何要求。仙儿姑娘守信，在下就不客气了。这家伙一定会提变态的要求。这人是个无耻之徒，肯定会提龌龊的要求。公子有什么要求？不要急嘛。这个要求嘛，那我可就说了，我要你。还真的呀。小姐，这人真是个畜生。唱一个小曲。
哦不，是给我家少爷。哎，怎么了你们？喂，怎么能唱小丑就算了？怎么能唱小丑？喂喂喂，你们的立场在哪里啊？竟然敢信我！这男人是真傻还是在戏弄我？总之肯定是不好的目的。男人没一个这么好的机会，都是骗子，居然浪费了。且慢，仙儿愿为公子一歌。姑娘真的手艺。仙儿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这可是一首神曲哦，只怕仙儿姑娘不会唱啊。还请公子赐教。那就请仙儿姑娘为我家公子唱一首。沈家最爱郭公子。啊？哦，唱给我听了吗？那人家就死而无憾了。怎么样，姑娘你会唱吗？仙儿不知，还请公子赐教。郭公子真神气，又帅又美接地气，你问我在唱什么？我在唱爱你的歌，就是我的朱大哥。我爱你我爱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你这臭小子，这什么鬼歌？真难听，词好蠢啊，没羞没臊。他竟然要我唱这种歌，原来真的是存心戏弄我。哼，看来这坏小子留不得。公子是真的想让人家唱这样的歌吗？公子你舍得吗？你都不疼惜仙儿了吗？不就是唱个小曲吗？其实公子根本不想仙儿唱这种歌，对吧？对吧，公子？我不对，真乖。怎么样，本集的口令你找到了吗？找到口令的小伙伴可以打开淘宝搜索抖漫工作室，或扫描二维码进入店铺下单任意商品并备注口令，每周前50名可获免单福利。